有关这个我们的开发环境部分哈，第一个就是 Eclipse 啊 ，Eclipse 这个环境，那这个环境的话，我刚刚讲过啊，就选这一个。啊，这个环境哈，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也可以拿来开发 Enjoy 啦，这不会有问题。只是说这个环境一样就是要挂上 ADT 啊，挂上去哦。那你们之前当过那个是 ADT Bundle 已经 Bundle 上去，但是这个版本是你要再把 ADT 自己挂上去，方法上不太一样。不过也不会很复杂了哈，因为这个部分稍微提一下啊。那再来的话，这第一个，那版本的部分有32跟64，我习惯是用32了哈。你们看一下，反正你就是全套，你32就全套32，你不要说一个32一个64就麻烦。那这里的话牵涉到几个，就是说你的那个JDK 的版本，那 JDK 的版本特别注意，就是说你们要到哪边 download 哈，就这个嘛 Oracle， 因为呢。Java 哈已经把生养已经把 Java 给卖给那个 Oracle， 然后我记得是65亿美金成交的，哦，所以现在的话 Oracle 也具备有 Java， 就是所以资料库本身它应该哈慢慢延伸到这个程式开发部分，啊，那这里的话 download 你们可以看到啊，它因为 Oracle 自从买了 Java 之后的话，它这个 download 里面哦最 popular 的一定是什么？你看 download 里面哦，这边 popular download 啊，其实就是 Java for Developers 这个。点进去之后的话哦，那我们要 download 的版本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哈，它有JDK 的版本啊，还有 JRE。那当然，如果说你是设计的话，一定是 JDK。那你是 run 的话哈，一定是 JRE 啊 ，JRE。啊，那点进去之后哈，就可以看到哈，不过应该可能大家都在 download， 所以这个连线速度。有人出来哈，那有 JDK 啊，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 JDK 的这个版本，这边有 JDK， 那 JDK 部分的话，点一下 download 哈，那当然相关的 download 还有其他的哈，各位可以看一下哈，你们应该有吧哈，然后里面的话就要选那个，因为我是挑32，所以你在 download 就要选那个 X86 的版本，好 OK， 那就把 X86 版本哈。把它 download 下来就 OK 了啊，这第二个要做的。那做完之后的话，你把它 set up 之后哈，你还要去做什么事呢？再做环境变数的设定嘛。好，环境变数应该我想前面各位应该有做过吧？在那个我习惯从电脑按右键内容里面有个进阶啊，这个进阶设定哈，然后里面有个底下有个环境变数。环境变数里面的话，第一步就是说哈。各位要先新建一个什么？这边有个新增之后的话有个什么？一个我习惯叫 Java Home 哈，这边的话在这边有可以新增一个这个 Java Home 哈的一个有没有？这边有个 Java Home， 按新增之后的话哈，因为我已经新增了哈，然后呢 Java Home 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就新增，然后环境变数名称就是 Java Home 哈，再来就是说呢你的路径，那你的路径特别注意就是说你要去找到。你安装完毕之后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通常是在 C 碟底下啊，你可以从 C 碟底下去找到 Program File。那如果你是64位元的话，应该是 Program File X86 啊，特别主要是这个名称不一样哦，是 X86。然后呢，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 ？Java 的路径 ，Java 里面，那我这个版本我里面现在装的是 JDK 的17003这个版本，那再来就直接找到。找路径之后的话，我把它编辑一下，我把它复制一下哦，这边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 Java Home 的一个路径。好，那如果你升级之后哈，如果像因为我这个版本稍微旧一点啊，如果将来假设我又安装了最新的 JDK 的话，那这个环境变数会跑掉，所以将来要把它再更新一下新的版本的哈，这个环境变数，否则将来你在开发的时候会发现，哎，奇怪，怎么会找不到那个 Java 的相关的函数部分啊？这个大概是这样哈，第一个 Java Home， 第二个的话你在 Paste 哈，这个地方有个 Paste 地方，再把它加到最前面。那最前面的话哈，特别注意哦，我比较建议你是把它加在最前面。那为什么你想说，之前有同学问说那加在后面跟前面什么关有什么差别？因为它有顺序的，它 Paste 会先抓前面，再慢慢往后。所以如果之前有同学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它有两个 pace， 两个什么呢？两个，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那它会先抓到旧的，因为你放在后面的话，新的就抓不到了，所以一直就 error。
那你如果把它放在最前面的话，哎，那就先抓到新的，不会去影响到这个哈，其这个路径部分。那这个路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它的那个设定部分的话，记得也不能犯，不能有错哈，就是百分比，然后 Java Home 好，然后百分比斜线后面一个 bin 啊，然后再一个分号。哦，我想这个地方稍微跟各位提示一下，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因为你做错的话，将来你在开发那个 Eclipse 的时候哈，开发那个 JSP 的时候，它会一直有 error 讯息出来说，哎，它找不到那个什么 Java 的那个函数库的路径，会一直错误哈，所以这个地方的设定非常的重要哈，你不能设定错误哈。OK， 那再来的话，这个 Java Home 设定完之后的话，接下来呢哈，就是去抓那个什么，抓那个Tomcat 部分啊 ，Tomcat 我有摆在我的云端上，或者你到 Tomcat 网站上面当，你可以 download 的是这一个啊，这边有一个这个30，我习惯是抓这一个啊 ，ZIP 这个版本啊，应该是32的。那如果说你是64的话，那你们就去找一下64 bit 的啊，64 bit 的，你们这边应该有64 bit 的啊，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download 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个它的这个哈版本的部分 ，OK。好，那最后的话怎么把这些环境在等于是你去菜市场把菜都买回来的齁，要把它怎样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用的可以 work 的开发环境嘛齁。好，那除了说可以从个别的网站上抓之外齁，其实你们在我的那个 server 上我那个云端硬碟上面也可以看到 ,Apache 在这边也这个 Tomcat 这边也有齁，另外的话我的 Eclipse 在这里也有齁，我不知道哪个地方抓会比较快啦，我想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另外这边有一个什么 Babel 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叫做语细胞，中文语细胞啦。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呢，你不习惯用那个英文版的话，你想要把它变成中文化版的话，就把这个 download 下来，然后呢，盖到 Eclipse 里面的那个两个目录盖过，把它覆盖过去，啊，重新开启 Eclipse， 哎，它就变成中文的，啊，这也是一个方式了哈。我想这边提供。啊，怎么操作？我想跳一下应该会知道。你把这个 download 下来，你可以看到两个目录直接解压缩到 Eclipse 里面的那个两个目录，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哦，非常的 easy 哈，不会很复杂。好，那再来的话，怎么样把这三个东西哦，把它整理成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我们将来开发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环境。好，我想各位先把这三个看，先把它 ready 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给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先看一下有没有办法都有download下来啊，如果没有办法download下来，不然我等一下再来讲。